暌违两年，何韵诗3月22号再度在台开唱。自从公开同志身份后，人气不跌反涨的何韵诗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，以一首快歌开场，边唱边跳，炒热气氛。何韵诗化身摇滚歌手卖力演出，和粉丝一起狂欢，嗨翻全场。演唱会开场没多久，何韵诗就已经汗流浃背，观众大呼感动。最近人气爆火的何韵诗又吸引了不少新晋粉丝，让他忍不住自嘲过去太失败了。有多少人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边看我的？所以是说我最近 很成功，还是以前很失败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你们是为什么突然这一次会来看？